哇！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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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说我还真没去过那地方跳过舞，我每回去都走了房顶子。哎，你说我要是走正门，他也不要不要门票。要是要门票，不就成展览馆了吗？这要走进去，俩游客赶国王刚起，穿秋裤蹲门口正刷牙呢。你说打不打招呼？打招呼说嘛？吃了吗？不合适呀。国王一嘴牙膏抹的没法回呀。哎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咱俩聊会儿天。王子，您想想，咱这么大大 party， 你怎么不害怕呢？这个歌我实在是害不配呀、啊，我就光琢磨着这顶玩的跟踹缸的到底嘛时候上来、啊。哪有顶玩的，王子？这是蹦迪 party， 不是杂技团表演的，您跟这儿顶腾玩的，您得顶死。您跟这儿顶腾玩。行了，别费劲了，我明白。我下来自己顶去，拿完去吧。好嘞，不是，您这次预备才艺了是吗？咱们就非得顶玩的，放了顶玩吧，行吗？这次蹦迪场跳舞的，您下去跟他一块儿垫着垫着多好呢。你们家蹦迪放这音乐，我不顶玩，我顶你上，听得我拜年的心都有了。下面那帮暖场的，走点心行吗？这拍子对得上华尔兹吗？跟那梗个脖子还没呢。那要不然咱直接进入下一环节，开始联谊行吗？等会儿排队排队，一个个来。哎，你说回归，你要是买不了票没进去怎么办？你给买那裙子上面有口袋吗？往哪儿装钱呀？不过也无所谓，有口袋他也没钱，那衣服有口袋也不好看呀。不老么配套的，就跟你穿背带裤似的，想想就想乐。你说你没有腿，怎么能穿背带裤呢？在一个腿里，另外那腿脚来改个皮带吧。背带裤也不用皮带，有背带，但是你还得用。你没有肩膀子，背带没地儿挂呀。哎，回归你倒是有肩膀子，但是他不能穿背带裤去跳舞去。哎，你说他这会儿到底进没进去？你说话呀！说，谁说非得进去了？这个位置才是最好的。您吉祥，我是住在永业大街靠黄明镇矮大寺不远的仙水谷静海县居民，我叫齐安，这俩是我丈夫出葬之前就去世了的两个闺女，贺和贺我。您别紧张，您慢慢说，俩贺字辈我倒是挺明白，但是前面那部分信息量太大了，我一时半会儿反应不过来呀。没事，反应不过来一会儿您再看一遍，主要是下面给您带来的这节目。看您家住那钻钥匙的地方，您这节目不能是地理图吧？不能够，请您欣赏民间传统舞蹈大波友与大赛梨。谦儿哥你冷静啊。说够了就走吧，行吗？盯着我干嘛呢？我以为你不乐意理我呢。你看还是憋不住想跟我聊天吧。我跟你说，你之前憋的时间太长了，能不能不说话呢？多难受啊！这憋话跟憋尿可不一样，一个手内伤，一个肺膀胱。我就俩都不憋着，你猜用干嘛？因为我不尿尿，小姐不尿尿，各有各的道。我虽然是鸽子，但毕竟也是禽类，这话倒也是通用。哎，你怎么办？一般你走哪儿？不能宿根进宿根出吧？难不成只进不出吗？哦，我求你那找个火柴呢，给我点着不行吗？